各位，早兩日前咧，我同大家講過咧，就係韓國招待拜登嗰個國宴個菜式啊。咁咧當時已經覺得咧，哇咁樣嘅，咁啊麻麻地喎咁樣。而家有啲相出咗嚟啦，咁所以啊，大家睇睇啊，到底點啊？呢個就係而家見到就個國宴本身個英文嗰個嘅菜單啦。咁啊就下邊咧有人將佢譯咗條中文菜單啊。咁啊，中文菜單啦，不過有咩就係有開胃菜，開胃菜就有冷菜啦，特殊冷菜包括咩啊？黑芝麻豆腐、蔬菜卷、黃瓜鹹鹹醬瓜鹹咁，即係兩個應該係嗰啲包子之類嘅嘢，仲有人心蔬菜卷。咁跟住有一個咧就係松鬆粥同埋水泡菜，跟住有包菜餃子。低温牛肉排骨啊，同埋咧系炒嘅蔬菜，凉拌同拌饭同埋咖啡球汤，坚果年糕，新鲜水果啊，最后有个冷嘅青梅茶。咁啊，配菜有白菜嘅泡菜、红烧莲藕啊、绿豆煎饼啊，哇！都幾齋啊！除咗個牛肉之外，咁啊當然啦，佢呢啲菜式咧就係攞韓國同埋美國咁啊混合嘅。好，先睇個拌飯先。嗰個拌飯咧就一個飯啦，周圍有少少咁多蔬菜，咁啊有啲咁多蘑菇，咁我諗咧就呢度有個綠色，可能係紫菜之類嘅嘢啦。咁呢度有個橙橙地色，可能是紅蘿蔔掛，上面有啲淺黃色嘅嘢。跟住啊，我真係擺樣啊，好似好大碟，但係咧就量就少啲啦。隔離嗰個豆腐球煲一個三粒豆腐嚟嘅，咁上面有浮住少少，似乎係啲某類菇啦。咁啊，前面有一個一碗仔嘅汁啊，係。这个呢就大家点睇啊？唔知你哋觉唔觉得食得落口咧？咁中间啲饭上面有少少黑芝麻，好啦，咁啊跟住咧佢嗰个汤啦，咁啊紫菜、南瓜、黑芝麻做成嘅饮品，咁下底有三块嘢，呢三块嘢食唔食嘅咧？咁啊有几块干嘅是什麼來的？那三幾一二三四四條東西啊，我真的不知道什麼，這四條會不會是一些藻類的乾呢？紅藻乾啊，不知道啊。跟住下來就是它的泡菜，哇真是精美咯，那個煎什麼那個給了整塊，給三分大概三分一到大概二分一到咁一塊咁嘅餅，中間嗰、那個蓮藕一二三三片啊，隔離嗰個菜咩菜嚟噶？包心菜，係咁得個心啲咁多啲，哇！好啦，跟住個硬嗰、那個硬嘢啊，即係個牛肉牛骨，細唔細條啲啊？阿拜登邊度飽啊？嗰、那個所謂炒個菜就係一個一塊嘅沙蘭花，呢、這個係咩？呢、這個係南瓜，我加啲豆類嘅嘢，就有一個心仔點綴。個心仔用咩做咧？我真係唔知啊！哇，咁樣國宴，你睇先嗱，佢有幾多樣啊？有個前菜，呢、這個泡菜，跟住咧就係有個湯啊，湯之前有冇嘢啊？跟住嚟個飯。咁啊，饭系同埋牛仔骨一齐上啊，饭同牛仔骨一齐上啊，系咪啊？哇，咁样上嗰啲饭捞啲汁都难喎、啊。哇，系啊，呢啲都系嗰几幅图啦，咁啊，俾人哋弹到啊一钱不值啊，唔知大家觉得点啊？咁样嘅国宴啊，唔知大家有冇胃口咧？老叶觉得就我食完之后可能唔够食啊，可能要外多份。